かな。あるな。うん。偉いよな。没有热身的吗？哈，没有。我热身一下再去。可能动不了。好啊。吼吼。
你知道就缺了一天的票，没有23号的票。哦，你是说没收集到？嗯。23？ 嗯。那算缺一天了、啊。就没有那个日期。你说前面就是没有你那一天。对。每一天都有，就是没有23号。切。一个检查，另外一个复查了。他已经在他前面了，但他还是再摸一次。你说摇一摇，会摇动的就重查。今天树又变漂亮。他就从那个、啊，从斗子那边下去，比较冲力。说哪一边呢、啊？右手边啊，转弯右手边那边下去。不过可能很难滑吧，雪太多。只有上半部有冲力。对啊，滑下去的冲力比较快。就是太厚的雪把冲力吸走。声音很奇怪，这个教练好像自带喇叭。对，我以为有大声讲诶，没错，这样，喂，恰恰恰，这里啊，光是这里都，你左边直下就直接会有那个喷雪了。推了这个红色的那推。
山顶比较冷。
看风的问题。我现在满身汗。我现在热都锁在体内。就满身汗了。还没有到冒汗，微汗。重点是那个。搬来，我怕。要用什么搬法？我也不知道随身不知道会不会太重。应该说他如果那我的小箱就把它带回去，用小箱把它运。它可以托运，然后你纸箱什么的都塞得 好。我没有纸箱啊，那卖早几百年前买的，怎么可能？没有纸箱。对呀、啊。一定有啊，早。去找卖橘子的，现在要两个。不是那个，还要那个保丽龙去保护它，机体比较重。我如果它没有超过十公斤或七公斤，我是希望自己运。镜头现在都是还是都是水。镜头，你现在也有一些。可见，还不够冰吗？温度跟它的温度还不够冰。因为今天风没有很大，所以没有去把它的热量吸走，所以现在都是还是很冷。就是风的差别、啊。到上面还希望不要风太大。会不会上面就开始录了？那你上完厕所，我们是用我们是要坐去那边吗？我们是要怎么走？不用啊，我们就你上完厕所，我们就用走路的走去那个什么 Monkey 的。要去？要啊，不是吗？就没逛过，今天不逛，明天也不会逛了。明天那个时间那么短，应该是这边玩一玩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？有需要在 base 吃饭吗？没有需要。哦，不对，你说是前提吃饭。对啊，因为一旦换完装，用走路的话，那就是离关系的事。那天我在龙凤配合跟你吃饭，好像是在这里。都是穿着一身粉红色的，很粉红的粉红，从上到下吗？对啊。你在 Snowpoint 没有看到吗？我没有在过。哦，没人看到了。
然后才有拍到很蓝天又很漂亮的蓝天又很雪的日子。那就是之前下没人来跟他抢。没啊，身材很好，只是有时候他拍照角度没取好，而显得他鼻孔很大，就是从下面往上拍就看到他的鼻孔，你可以看他的照片就知道了我说的问题。就这平常的时候还好，但有时候没拍好就鼻孔就很大。身材很好，很有自信。你说是因为他拍了某种照片吗？对，就是会穿，就是照片蛮多比基尼的，而且也有雪地比基尼的那一种。我就知道。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好像还是不是雾，是雪。嗯，雪的能见度。如果到上面是雾的话呢？继续不跟你讲话，你要怎么？我会讲话。那我不理你啊。是啊。看你这样开心吗？嗯。对，这时候要从那边讲。什么？红色那边讲。我说去餐厅的方向。啊，我刚不是这样讲。对啊，但是去餐厅我之前都走绿的。就弯一个弯啊！我刚刚不就讲了？我跟你说直接下，然后直冲餐厅比较有动力。我刚刚就讲。你是说走这条路的意思？不然我讲什么？不就是要去尿尿吗？我以为你是说最下面要赶快冲过去。No， 我再跟你讲去餐厅的路，反正雪很多，摔就摔。看见几度？好像也没有到负十哎。今天负七度吧，预报是这样。不成一片了，不要我们回家，然后就说啊哈哈哈，都看晴朗天了，不还是的。不过我们也有两天了啦，算有两天了。哎，就是顶看不到，可惜了点。哦，嗯，顶看不到，可惜了点。顶，山顶啊。好。好了吗？
这时候拿的有点麻烦，觉得手机都要湿掉了。今天应该很少拍照。等我再看。这画拢无嘞。哦，七。啊，只有一二二五看不到，看得那两个灯前面两个雪碑，它的那个雪太高了，那个积雪把它挡住了，看不到一二二五，看得到了。就很好笑。好，走这里比较快。走这里？前面左转。哦，这可以这样左转啊？对啊，就是跟那一块一样嘛。是啊，你确定啊？万一不行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它下去哪里啊。往左边啊。只是更高了点。我的高富要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水吗 ？OK 啊，现在 OK， 等一下不知道。啊，跳起来了！跳起来了！我戳到一个东西，硬硬的，差点摔死。好深哦！你不会要一路直板吧？啊？刚那里吐过去很舒服。但是我刚撞到一个东西硬的，然后吓一跳。嗯，就是吓一跳。哎。嗯，跟我们那天在缆车下差不多感觉，而且又比缆车下陡，短，陡，差不多啦，跟刚下的时候差不多。你要下了吗？我，你先好了，你急着上厕所，你先。你一下下好多哦，好软哦。
刚刚很舒服耶，那一段可以一直跑。我还是会紧张。紧张。累死我了，来帮我拍一拍。好像雪比较小，是不是？变小了，而且太阳又冒出来了。你看，前面什么都是，刚才会湿掉。帽子也是必然的，我把它卷进去，不过它一定会积在上面。我的差不多了，主要是背包我帮你抖过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关着关。选择。